挑战一百种职业体验之在巧克力店当服务员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预算一百块逛街，幺幺三九。那怎么办呢？家人们呼宝说干就干，见了店长。做服务员除了点单，还要会做饮料。烘鸭。给第一位客人上饮料，接着又来了吃蛋糕的，忍住不能吃。被时髦的姐姐们夸可爱了，又来客人了。菜单上的每一样呼宝都想吃，认真记住。不冲咖啡，冲咖啡的秘诀是压实咖啡粉，拧紧，选对时间。第一次会成功吗？第二步挤果酱，加咖啡牛奶。第三步撒可可粉。做的第一步，不花钱吃上喜欢的巧克力啦！店长给个惊喜，又是开心的一天。不宝要打包随心配，货架空了，该上货了。姐，我们来比赛跑步吧。输的请客。六十秒清空手账店。看看这身高差。看我有新装备。哇！不用手的闪穿鞋，一秒闪穿，穿上就走。镂空星星灯太酷了。Lady Go！ 家人们，只见护宝身穿斯凯奇儿童运动套装，紧身裤贴合防走光，脚蹬儿童闪穿鞋。咱就是说鞋底闪光大灯，每跑一步都熠熠生辉。哎呀，一不小心就超越了怡姐。怎么输了？护宝是五十米冠军。哪是我的事儿？来手账去吧。怡姐兑现承诺，家人们，你们看看护宝六十秒能买多少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还有42秒，还有35秒。还有13秒，时间到，姐姐买单。猜猜这次花了多少？一姐的钱包瘪了。这次跳的你们喜欢吗？告诉我，又是开心的一天。姐妹搬家收拾辛苦了。刮刮卡吧，这个，买粉丝物品，60秒清空购物，就每人2000。清空乐高，那就走吧。姐妹分头先看好喜欢的乐高在哪个货架。老粉都知道姐妹俩是哈迷，看到后面，你们猜这些姐妹会买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姑宝果然买了守护神。开始。姑宝这速度，看来妈妈的钱包要瘪了。拿了刚上的梦境城猎人。冰雪奇缘拿一个，姑宝还能继续拿。又拿了个梦境城猎人，姑宝累坏了，请点战利品。结账去，到一姐了。高中生居然喜欢这个，我都转过一圈了，我都知道我想说。又是个圆顶的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你们说一姐这个速度能买几件？省钱了。你们猜猜护宝超支了吗？一共花了，超支了。怡姐一共花了，又是开心的一天。家人们，继续打包。手账文具随心配。先放啥？可爱桌垫，三丽鸥咕卡套盒。打开看看，里面有两层。各种咕卡素材，这么多三丽鸥贴纸。怡姐手都数麻了，酷米修勾太可爱了，够你们用一个暑假了吧？还有手账胶带，居然还是收纳盒。肉球手账本和花仙子胶带，多巴胺配色，蛋仔盲盒笔，蓝色吸火气拉力，酷米笔袋，七色签字笔。喜欢这样打包的点小爱心。扣一。到我啦，咕卡贴纸手账本，佛叶树流沙卡来一套，原生酷米盲盒笔。喜欢护宝打包的扣二。